学一事务。加油！而且现在已经加着呢。对啊，加油啊！我还不熄火，然后你把门还锁上了，都不让你跑了都。哎呀，第一顿牛肉粉。在这儿下车了，这个车站在这儿。反正现在叫了一辆车，301，这个车马上就要来了，应该。无惊无险，到了酒店，100多块，100.0，房间还不错。还带些小露台，还可以哈。法棍，就看懂一个 chicken， 哎，就要一个这个吧，别的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。法棍啊，夹的鸡肉，这大吃还得吃了，好吃不？就是脆脆的吧，现在没其他的吧。